早点睡啊，明天要早起。我要教你帮客人洗头，不要赖床。哎，我今天只是说我考虑要学洗头，我都还没答应哎，不要擅自对我排东排西好不好？你不要耍赖哦，万一你考虑一辈子都不做决定，我可没打算要养你一辈子哦。反正起立就要来上班了嘛，不就这一丁点大的店而已，是要多少的学徒？该不会以后要有一个客人，然后我洗左边的头，起立洗右边的头吧？你少啰嗦，叫你学你就学，我可是东华村的 CEO 哎，你管我怎么做人力安排啊？CEO 嘞，哎，陈小花，你干嘛做球让我笑你啊？好。东华村的 CEO， 你要我听你的可以，先赢了上次的打赌再说。随便啦，反正我打赌从来没有输过。好啊，要是你可以追得到安利姐，不要说洗头妹了，要是做牛做马我都听你的。可是要是你输了，那就换我当东华村的 CEO， 以后你都得听我的。OK 了，反正是梦话，随便你讲啊。是吗？我记得好像从我出院之后，安妮姐就没有来找过你了，而且好像也连电话也没有打给你。陈小华，你就说实话吧，我看安妮姐早就把你给甩了，不会像你的，你就承认吧。陈玉兰大小姐，我看你是搞不清楚状况哎，这么多天我都在忙你的麻烦事，要不然林安利早就是我女朋友了。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敢跟安利姐开口才找个借口吧？你该不会接下来要跟我说什么哦？因为我最近要教起立剪头发，所以很忙没空之类的借口吧？陈玉兰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的是肩膀。我最没有的就是借口。你给我五天时间，不必，三天就好，我就有办法让林安利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反正接下来一辈子你都要听我的了，也不差这三天。笨，口说无凭，一定要我签到才算哦。那当然，麻烦你把墨镜准备好。要不然我怕以后我跟林安利晒恩爱的时候啊，会闪瞎你的双眼。好啦，随便你啦，没养的话听了就让人爱哭。我要去睡觉了，我们三天之后见分晓。早点睡是对的啊，以后你要在东华村上班，还要当东华村的长工，多保留点体力吧。陈小华，啊，你是猪啊！没事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干什么？林安利现在一定还在生气，万一他不肯见我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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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玉兰，你也真是，随口打个赌而已嘛，那么认真干什么？这个机会我倒可以好好的利用，我可以跟安利一起去同学会，然后跟他道歉，然后在所有的同学面前宣布我们是一对。哈，对，就这么办。喂，哦，玉莲啊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安利的脚扭伤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不不，我是说，我正想去看看他，关心他一下。哎，你怎么会晓得安利的脚扭伤了？这么巧哦！哦，好好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写下地址哦。
继续笑吧，你的好日子啊已经剩不到半天了。我现在就要出发去追求林安利，等我回来你什么都要听我的。哇、哦、伤脑筋哎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第一件要命令你做什么事情才好呢？哎，眼见为凭哦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干嘛？搞破坏？哎，我是这种人吗？当然是啊，你上一次搞了这么大的风波，麻烦了那么多人，我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谢谢人家呢。我警告你啊，在贼老爸还完债之前，你给我安分点，不要到处乱跑。那种为了你提心吊胆、担心受怕的日子，我不想经历第二次了。陈小华哥，你不要以为叫哥哥叫那么好听就什么事都没有。今天你就给我待在家里了，顺便把店里的环境整理整理。明天我要亲自下厨，请启立、易清、唐波波还有玛莎朵他们，一定好好谢谢人家，知道吗？我走了，哥。叫那么肉麻干嘛了？不要乱跑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哥，祝福你今天跟安妮姐告白，出师不利，马上狠狠被拒绝。哎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这家伙，这家伙啊！等我回来，你就会知道你完蛋了。没关系，你刚刚说求偶啊？没关系，不重要啊。你要不要晚一点再来啊？啊，不对，万一晚一点，他被安妮姐发好人卡，心情不好，把你头发剪得像狗啃的一样，搞不好这边来花一刀，像一箭穿心。我看你这还是去别家剪好了。哎，哪有人像你这样把送上门的客人往外推啊？你不是客人，你是我的恩人哎，恩人当然大过于客人啊。我只是尽我该尽的责任。才不止呢 ，Lucky 是因为救我所以牺牲的，他是我的恩狗，而你是恩狗的主人，所以又是另一种恩人啊。好吧，如果你要这样解释恩人的话，我接受。刑警帅哥。等我存到钱之后，我一定会买一只 Lucky 二世还给你们的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关系了，真的不用了。Lucky 年纪也不小了，而且说不定 Lucky 离开，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哥说明天晚上要亲自下厨办桌，谢谢你那天救了我。你跟唐伯伯明天一定要来哦。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有没有任务，不过我转告我爸。父子一起当警察，哎，真好！而且像你这么英勇的警察，你爸一定很以你为荣。是吗？我不确定，哎，应该没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他一定都看在眼里的。你哪一天有哪一些的英勇表现，他的本子里一定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不骗你，偶像剧跟漫画都是这样编的。难道你不知道真实人生往往是跟编出来的戏不同的吗？是吗？可是在真实世界里你真的很优秀啊。陈小姐，谢谢你的称赞，既然小华哥不在，那我改天再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刑警帅哥，你以后可以叫我玉兰，叫陈小姐听起来好老哦。你叫我刑警帅哥也像是在消遣我一样。以后叫一清或小唐吧，再见。小唐。
警官，记得明天来哦。拜拜。可以去哈，哎，没关系啦，你脚伤都还没好，不差这几天吧？谁说的？你看我腰部都拆，而且我可以能走、能跑、能跳，噔噔噔！哎，小心一点啊！怎样？我没有打扰到二位吧？